1998年 C 第5条，咁見到一幅 graph 嘅話咧，就有啲好熟悉嘅線。第一個咧 ，VD graph 裏邊咧有一啲嘅線咧係斜線嚟嘅。咁呢啲線咧，如果代表個 free form motion 嘅話咧，咁正正就係 free form motion 啦。咁所以咧，佢題目咧就係話，而家有個波佢向落 free form 嘅話，速度咧係由 U 係零開始，跟住啦，去到地下嘅時候咧，就有速度個 V 啦。咁跟住咧喺地下度嘅話咧，就 PQR 咁就會咧反彈翻上去，反彈翻上去啦。咁啦，所以咧離開地嗰下咧，其實就係 R。當你去翻去 S 嗰時候咧，就係去翻最高點，跟住咧就跌翻落嚟，跌翻去T 嘅位置。咁又所以問你邊一個係 rebound 之後第一次 maximum height 咧？咁答案咧就會係 S 啦。